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今天就决定来吃这个刘记川味牛肉面，这是这间店的招牌。好，那上次已经吃过他们牛肉面，好吃又美味啊。30年老字号啊。好，老板你好，那我想要那个麻辣半斤半肉，但是我想要加馄饨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加一份馄饨。哎，对。那你要小碗的。哎。大碗的好了。大碗的。嗯，哎，谢谢，哎，好，就在这个台大商圈这边啊，好，生意很好，里面人气很强啊。好，那菜单照一下，算是中等价位。好，那这边就有这个小菜的价钱，还有这个四川泡菜。好，这个上次就吃过了，很好吃的。麻辣猪头皮，嗯。嗯，哦，麻麻辣辣香香，有花椒香，嗯，很好吃。好吃有特色啊，充满胶质。浓浓的眷村味儿啊。一吃就爱上。好吃又实在啊！哦，这个样子才是真正的四川泡菜啊，跟我小时候吃的一样，里面有泡那个花椒粒的啊。它就是长这样啊。嗯，这酸香酸香之味儿啊。好，生意也相当的好啊，好，真的很棒啊。好，是这个台大这边的在地名店。好，这个脆脆酸酸香香，还有带着花椒香的泡菜，就反正就长这样才是正宗的四川泡菜啊。嗯，啊，真的很怀念哦，以前在我外婆家常吃这个啊，这个炒肉丝也很好吃，炒肉片肉丝都不错。嗯嗯嗯，正宗的好味道，满分。赞啊！哦，是我这个童年回忆的味道啊。哎，麻辣，哎，谢谢，哎，满了一碗啊，令人满足。好，马上开动啦！
我看那个牛筋啊，好，汤头麻麻辣辣，麻麻辣辣，真的很过瘾。嗯，哦，炖煮了十分入味啊，哦，酸菜香喷喷香喷喷的，啊，今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份馄饨啊，变成全套。嗯，哦，馄饨也好吃，哦，一整套怀念的眷村味儿啊，哦，看这个牛筋的色泽多么的美啊，咬下去感觉像果冻一般，太满足了，有升天的感觉。哦，汤头面、牛肉、馄饨，样样精致而美味。令人大大的满足哦！真的很棒！你看这个牛肉，太过瘾了！哦，那这块牛筋那么大块啊！吃到赚到，哦，它有那个老牛肉面的味道，哦，所以当然样样满分啊。好过瘾啊！面条就家常面，这个麻麻辣辣感觉真的很棒。哦，酸菜也很棒。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啊！啊，就是一种古早味。
尤其这个牛筋超赞。好，是从这个1981年到现在的好味道，传统风味原汁原味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怀念中的好味道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再来就走景一下啊，这边其实也很多老店。啊，像这个金鸡月也是老店啊，还有这个兰家四神汤挂包。好了，就逛一点点了。因为现在下午时段人比较少一点。啊，刚原本要吃那一家，但是我看到那里面每一个饭都要120，我觉得有点贵，就没吃了。好，那牛肉面真的是真够味儿啊，重口味，很够劲儿啊。好，在这边就是很有名的蒸记猪血糕。这家之前曾经上过新闻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有在大家联络我？好，那就逛一点点就好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